带上去。主要缺点就是不能在那个啦，不能取消掉汉堡店。空余安，我的天，慢慢射哦，38383838383838383838，来一起三八，11383831383八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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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红色贩卖机是不是？果然不要。等一下再进去，等一下进去，先来打这个。哦，不要雾，不要毒，不要毒。完了，我觉得这场很母汤呢，这场有点惨。那么多，摸个鱼吧，打造出两件罕见武器。哦，怎么那么烂啊？这个好了。哇，什么散弹枪？哦，还好，这个可以。散弹好了，继续。该来救一下了吧，可是有点危险呐。算了，晚点再救。其实我还没吃饭呢，但是我又不饿。这一场是仓库在哪？太大了吧，仓库。啊！我眼瞎吗？没看到仓库在哦，白痴哦，真的瞎了。这里呀、啊，躲，然后你进去。过分了。哑铃，我不是要哑铃啊！
哇！好，右下角。Go go go！ 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 ？Yeah！ 我觉得打火机还不错。打火机是你换弹的时候，然后你会在你的脚下放火。被抓了，被抓了。走了走了走了，买个东西，顶一下，那就走了。走走喽！继续，我想救，可是这个好了，啊，我今天想一下，我今天是9点睡，然后哎呦呦呦，遇到了遇到了。这些火都是我放的，你只要换弹就会放火。你那么烦、啊？我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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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什么东西？法师，拿刀的法师，你相信？苹果树，有苹果树，找一下。嗯，这里吧，只剩这里啦。耶、yeah ！还没吃完香。延迟是不是又很久了、啊？我已经把第一那个延迟关掉了、欸，不，延迟打开了、欸，应该不会有延迟了、啊。房子里所有战利品剩这间了，这里有有有有有。等一下。当被僵尸击中时，召唤法术。哇，好猛！哎，不给走。等一下，雷丘是企鹅啊？企鹅是兔窝的那只企鹅吗？就汉堡店，再一次汉堡店，推荐吃什么？其实不知道哎、欸，一直想吃麦当劳，哦是角落起，那、啊、真的是哦，可是。又为了怕又长痘痘，所以不敢吃。什么东西？啊！要死掉啦！要死掉啦！快跑啊！快跑！
母汤啊！不要乱喷毒啊！哎、欸，不对，要杀死他们，上他们的东西拿。啊！我没丢东西，要死掉啦！不要！嗯，烫啊！不要啊！要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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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死了！完了！死了！好，GG，不玩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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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关游戏。等一下，太毒了啦！重来，重来，重来！而且又是碰到这个，放弃，重来，新的一局，我直接把你喂到饱。好，走，我们出发，干什么？好啦，这个啦，我们再吃饱一点。好的，出发。我们去自杀，哪个比较难？这个太痛了啦！而且那法师是我昨天才解锁，还没用过的、欸，就让他马上领便当。哎，怎么这样？血量430，哦、好像有点强耶。来啦来啦来啦，我们就试一试吧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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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没有死成，好难过啊！感受到我的难过吗？好像不会死啊。等级太高的问题吗？啊，紧一下。哎、欸，好慢哦，不打了。哎、欸，他怎么会回血？哦，领袖偷取生命，杀死生命可以获得5。哇，傻眼呢！那这很难死哎！让我死！让我死！啊，不用啊，他晚上会被杀死，要么隔天饿死，选一个而已了。对啊，反正回去就饿死。哎、欸，对，我直接回去就好了哈。阿贝，你好聪明哦，你就只有想这个时候会特别。好了，他要饿死了。我想要有补，我想要医护人员啊。我还没看过饿死会怎样，来看一下。饿死会怎样？哇！啊啊！是差多少啊？好，我们再来新的一局，开始。反正这个，如果我们今天阿米狗结束，再让他死掉。哦不，不要，这个开局不好。菜单。新游戏，简单。决定。我看一下延迟哦，那觉得延迟还好哎、欸，大概10秒而已哎、欸，还是我的问题，对不起，还是我的问题啊。哎、欸，哦，这个有过了，格挡大师，换武器啊，开始。Hello， 这个好了。
空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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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泰瑞，没有空投，没有空投。砍价好手，降低道具价格。炸一下！找到了，他怎么过来？走这里。空投真的是很少开到好东西耶，最后一栋房子，蚊子，这谁当领袖很重要耶，那种如果换枪速度快的那种当领袖很强欸。才刚讲完，确定。医院 ，nice。刚回来就听到打蚊子，对啊。每次只要看到一只蚊子，就表示说我附近有三只蚊子，很奇妙吧？不是你进去，你进去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。这个红色的贩卖机就是加那个危险的，所以还是不要好了。我们这支枪比较好，来探索。来这间。看一下哦，房子有五间，车子有六辆，96。然后医院通常都会掉左边那个主动道具，通常啊，因为每次出来都是看到一道红光，红光普照，呵呵。等一下啊、哦，快了，应该这边比较快，还没啊。好，换这个，好，要红光喽。你看这个啊，这个通常都是左边的主动道具。抓个羊。所以其实刷首领很重要，领导觉得啦，神车车算了，走了。快阿米狗了，我们赶快看可不可以刷点好东西。阿米狗结束后再来玩。哦不，好啦，那个久一点，我还是搞不懂是干嘛的欸。幸存者的生命值设为一耶、欸，
然后接下来十秒内治愈他们，就是不懂是什么意思，我不敢玩。超市。明星刚发文说八点要开模拟市民室，要走再跟你说。好啊，没关系啊，八点我要去开哦，就在隔就在楼下。八点我也要开台啊，我要开 Amigo。哇，好，我们开始探索。那通常超市我真的不知道都有什么啦，因为我很少来超市。好像就钱啊，苹果啊，好像仓库的话好像是主动技能，不，被动技能。等下再看看，因为我只研究医院，没有研究超市跟仓库。到边了，看一下哦，车辆房子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，好像没拿到道具，刚没看到。一栋，啊，在这里。苹果变21个了，先收集苹果啊。刚刚的没拿到东西。我去尿尿，憋不住了。啊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我们仓库，仓库哦，我看一下哦，这里好像是哎，好像炸到了，嗯，有苹果树。那再来仓库这间吧，对啊，好准哦，我怎么那么强啊？
有个道具还不错，就是你只要探索这个站这个黑色的区域之后，就会自动空那个自动空袭，很棒。然后再来是仓库哦，仓库，等一下，我们去找房子，找会发亮的房子，这里一间。那再来应该就这里吧，不知道，等一下。这里，那我们看一下这只。哦，所以仓库是回收被动技能的。好，哎，我越来越准了，我好猛哦！他说仓库，可是那只，你不要打英文啊，英文看不懂啊。STORE 好耳熟。不要有这只！我很讨厌，就是闪电的、毒的跟抓人的，就这样而已。气死！几等？两等步枪，确定。我们换这个。那应该还可以再一场。哎、欸，好啊，获得食物哎、欸。为什么不要？好啊，好啊，继续，我们可以再一场，再一场，这个，哦，店铺的意思哦，哦，这个只是收集而已，随便收，随便收，当自己家。走，别抓，别抓！抓了，真是很讨厌呢，气死人了！旅肉太久了吧？喂喂喂，都被抓！不喜欢舌头，莫介意吹鸡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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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啊，换子弹，换子弹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看可不可以拿到病床啊？病床真的是神器。对啊，这就是很像 LCD2 的啊。好了好了好，可以赶在阿米狗前回去。不是阿米狗前啊，阿米狗前存档。嗯，唔汤哦，唔汤哦，唔汤哦，先发动引擎。快来快来快来！不要 GG 啊！不要 GG 啊！好了，准备要去阿米狗了。哦，新能力，啊，这个还好。新武器，
啊，都还好。呀，有六等的啦，换一下好了。啊，白痴哦，这个比较好。哎、欸，算了，好啦，我们等一下见。我先关音乐。阿弥陀，阿弥陀。嗨，所以连线如何？买啥？什么叫扩充包？对啊，就是说要付费啊，不是吗？哦，没买啊，我要去买啦、啊。